照片中，龙飞船中的四名业余宇航员面对镜头露出开心的笑容，失重状态下的他们显得相当放松。在这次开创历史先河的太空旅行中，他们不时通过望远镜观察太空，更可以时刻欣赏眼前巨大的蓝色星球，享受地球上无法体会的奇妙美景。不过，为期三天的太空旅行周六就将画上句号，届时他们乘坐的龙飞船将返回地球，降落在美国佛州的外海。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。